我真的要好好地感受一下7年多8年冇呢啲掌聲啊！嚟啊嚟啊！fans 疯狂呼叫声中，刘德华终于再踏上红馆舞台。一班等足8年嘅 fans 亦都终于等到华仔1年20场嘅个人演唱会啦！虽然华仔去年年初堕马受伤，但对他的演出可谓全无影响。唱到咁上下，他仲做了一个举动，引嚟全场尖叫啊！惊啊！困难中起翻身嘅华仔，仲有咩同 fans 讲咧？今日咧，我自己都好紧张噶，因为我真系未试过咧，一次过可以做咁多运动，同埋花咁大嘅体力嘅。喺未用完我体力之前，我好希望好慎重咁、好严肃咁、好真诚同大家讲声多谢。华仔，我哋撑你噶，努力啊！